天是我们的中祥式文旅走进我们天河机场，同时在我们今天的现场，我们有一套这个编钟，是武汉市博物馆的那一套，全球只有七套的1:1的完美复刻版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文旅的这样一个机会，然后把这套编钟展现给各位旅客朋友们。非常的难，因为这个编钟首先第一个它非常的珍贵，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搭建过程呢，结构的复杂性呢，在整个过程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因为毕竟非常珍贵，也怕弄坏，怕影响到时候演出的质量。我们也是请了一个专业团队过来，是一整套系列的舞曲。